其实我一本来个人更少，后来我跟他说，我们同学办这个活动不好办，然后因为我们的单位属性是全台湾上山下海外岛都有，那就算退伍了也是都分散的。我说你现在不办，等到下一次再聚会，我不喜欢的场合，他们就有人就有感，他就回忆一下嘛，回来这边以前在里面，刚开始我们跟外面大家都吃肥肥的，过快快乐乐的。那一到里面，哇靠！震撼教育完之后，大家都紧张。互动啊，对啊，连班因为做什么啊，在外面在做什么的、啊？哎，贴紧贴紧贴紧。没有啦，就是多讲一些话，我那时候剪接而已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有话要说吗？没有话要说，说一下啊。这样会很干哦、喔。无话可说。待会这个活动无话可说，待会同学来就会。太怀念了，今天要好好来回忆一下。啊、是什么、哦哦？真的是那个小袋、啊，真的是小袋，不是开玩笑的。花莲同学记得来找我花一次五瓶啊，可以跟小袋合影，小袋的教练合影。宜兰，花莲，我一定要介绍一下，吴老龙，这张椅子是，看那个都带了，廖崇敏、陆武生，陆武生，他现在为大家示范怎么做板凳。那个入伍生还没套凉衣服的，赶快过去，快点！啊！要叫家军哥，要叫军哥，最新鲜的入伍生。好久不见，学姐。只记得，就是被抄每天被抄的过程而已，只记得每天都在披星戴月的走来走去。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再次回来冈山这一个活跃24年的老地方。那在这中间过程里面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回来。那如果有些同学你在看这个影片的，然后那你没有机会加入，那没有关系。希望我们在很快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又可以再聚在一起，一起重温我们当年在冈山地区的感动。快点！来啊！别动了！哎。大家都没变，一样的帅气，一样的开朗，赞！从官校到现在，哎呀，已经20几年了。中午吃饭就来了6桌的同学，大家对于这次的盛宴，大家都是非常的看重。我也是，我也把全家的人都把他带来了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持现在的健康状态，哦，一直维持下去，啊，一直到我们现在好不容易从20的小毛头变成现在已经40岁的中年大叔了，啊，也是未来祝大家蓬勃大展。水中穿，坐上桌下桌碗喝一杯。终于在今天，东南西北一样可以过来。我们本来预想说，我们可以到下午的时候再回到学校。20几年前，我们的那些的当初的历历在目的想法，突然就会演，一直在显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。没有，他名字是一样的。Thank you.
所以今天特别请学长回来帮我们大地震一下。哎，快点，前后对正，左右标齐，小右客听。尘缘难尽，我对寒窗，龙珠何时在胸膛？凝成千年卓绝一帜，千秋东南山。宁静致远，风雨声响，不觉如履持香案。香火在雨中烧，大家不记得，学长第一次广泛的就是学友专场，不管各位现在目前还在线上的，还是已经退伍，我想这个我一直强调，关街没有了，大家都一致，所以欢迎各位学长。我们的聚会不容易，有一个学长可以来见证，我们20年没回来，第23年才成功，所以还是要请一个学长来见证 ，OK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一样，我们要请那个我们以前的实习大队长，但是有好几个，我们请了一个穿的不一样的上来帮我们代替我们的习班跟年班，我们一个红包我们要捐献给校友一样，好不好？校友会引导我们走一圈，那如果不想被引导的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大家约约去走自己的校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照张相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。看你们的妹的啊，你们不是有两个妹？不是有这样的。期盼了非常久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本来2年前就应该要举办的大团聚，终于能在今天实现。那非常的开心，来这边能见到所有的同学。那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事业发达。期待大家有一天能再同聚。快点，专业，三角医院要进去住了啦！啊，算了，快点，那个，我说火车，你说站，火车走了。下次再会啦。